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Ella， 这边是 Ella 大尺度。你们有没有看过比扯铃还要扯的 A 片剧情呢？你们有没有跟男朋友试过很多未解锁的知识呢？如果有的话，记得一定要在下面的留言区告诉我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有请到一个非常专业的 AV 男友。拍 AV 的时候啊，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奇怪的要求啊，或者是遇到一些突发状况啊？比如说女优做到一半啊，突然漏尿啊，什么喷屎什么之类的。甚至呢，他来教我们的导演如何拍好一部 AV 作品。那我们今天就来欢迎我们今天超帅的，我上次真的在米莎的片场看到他本人，看到了对不对？有没有心动的感觉？有，你看我们妹妹就是反应这么直接。那我们欢迎仔仔。嗨，仔仔上镜非常帅哦，你看中间那个镜头，然后这个是我们胖虎的小助理，你觉得他样子怎么样？不错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很有青春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超青春。那你知道他还是在世的吗？那就这样子。好的，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加入我的 YouTube 频道会员，会有专属的私密 LINE 群，记得一定要加入哦，这样我们才可以得知到很多资讯哦。那我们才可以看到小圈直接在里面破处。其实他这样以后交得到男朋友吗？不是。那在你从事 AV 之前，你是做什么工作？我早期是职业军人，当了10年。你当十年的职业军人哎、我比较好奇，这当兵十年很容易性冲动，对不对？在当兵的时候蛮会。你大概多久做一次爱？你跟我说两三天。对对。可是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更狂。每天吗？我就是每天。你说每天都跟不同对象？嗯，好厉害啊！但是在军中怎么样有办法？在军中就是憋着。那我们出去的时候，当然就是。你说，比如说外三住的时候，就一定会出去。对。约出来的类型大概是怎么样的？他那种的很少哎。对，就是那种比较艳的，像伊拉这样子。像这种。对。几乎约到是这样。那我比较好奇的是，女生被你这样约出来都很会玩吗？用手野外啊。我遇过，就是有人在天桥上面做爱。我遇过一次。巷子内吗？你约在巷子里面，你会故意挑在就是人家窗户的下面，会担心那个什么屋子里面的人会不会突然窗户打开说你们在干嘛？这没有遇过，但我遇过最狂的是我去他家，嗯，然后他是睡上下铺，对，他有一个弟弟跟妹妹，他的妹妹是睡下铺，嗯，然后他睡上铺，嗯，这样你在上面咬的时候很明显哎，我们只有口。对，六九之类的，真好 AV 剧情哦。对啊 ，AV 剧情哎。如果半夜的时候，如果他妹妹起来上厕所，然后发现之后，看一下姐姐有没有在睡觉，这就是后续要讲的。因为那时候我们六九完之后，我们就去了阳台。去了阳台之后呢，就是正戏了。他啪啪啪啪到一半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家那边是从阳台走过来的地方，对，然后看到谁？看到谁？他弟弟。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对外窗。对。对，那当在对外窗的时候呢，他弟就在那边，那我就这样。啊，他弟有盯着你看，他已经看我们至少一分钟了。我们两个就同时往那边看的时候，他就这样子，他就脱离而生嘛。因为我们已经呆住至少15秒，然后他就跑去找他弟，然后他就去安抚完他弟之后，我就把他拉去厕所了。就是你不可能做到一半啊，火都已经来了。他弟看到他没有说，你们在干嘛？因为我们今天是裸着全身的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，就是遇到最尴尬的就是被他弟弟亲眼目睹。那时候是在当兵的期间吗？对。什么情况下让你参与了人生第一部 AV 作品？因为刚好朋友在问，那他比我早期还要做 AV 男优，他就问说，谁有兴趣？然后但是要露脸的。那一天我还算是蛮辛苦的，因为第一次接触就是8度而已。你说当天气温8度而已？8度而已，地板是瓷砖，地板很冰，我们全部都是直接从脚底板冷到上面来。那你去是当下是什么心情？我们当下的心情就是很自然，有一些男生4、5个全部都是认识的，因为都是同一个男生找。看到其他人都有漏掉，你不会觉得尴尬吗？其实不会，因为他军中生活，你看他当了10年，等于说大家都是习大众。就像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，是为了想要看到很多次尿，但是没想到有隔间啊。对啊，可是完全看不到啊。有这样，我在当兵男生是在成功里，所以他是属于大众池。对啊，你看没有隔间，我就是要靠中指，你看我就看不到。再去当。不要。礁溪有那个温泉是大众池的，而且还是免费的，都是。那女生可以进去吗？我怕她进去她会失望的出来。那是阿北在那边。因为里面都是阿北。那
天的女优是长怎么样？她还在线上的女优，长得是妖艳的还是清纯？她是妖艳的。那你有觉得很爽吗？因为第一次。其实不会爽，当我还没有踏入进去的时候，跟一般女生在做的时候是两回事的。你说你约到的女生是你喜欢的菜，是你喜欢的类型，跟那种因为工作需求的做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对，差很远，完全是没有兴奋度。有时候就会放不开这样。不是放不开，是你必须呈现出今天的剧情的东西，你不能把你原本的你自己呈现出来。假装说他今天你狂野，像我是比较狂野，那我就可以把他带进去。你说所谓你比较狂野，是边弄那女生，然后边打她屁股，然后扇她巴掌，还用掐她脖子这样，都有，就是够叫够叫。哇！那你大概入行几年了？然后你作品大概数量有多少？算一下，一年四个月。啊，那你作品已经累积到几部？目前90。哎，这很多哎，因为上次我们问的那个班级，他说他两年150，那你一年就已经90了。因为每个片商需要的角色不同，但我们还是一样，就是我们是同行，我们没有所谓的争什么东西，对，我们都会互相就是交流或是干嘛。你参与的作品大多数都是什么类型？不一定呢，有强暴。强暴剧，我还有看到过年拜节，然后睡了自己的老婆的妹妹吗？对，今年的过年的片商了，从初一到初五，一系列全部都是我下去。很多人喜欢看乱伦片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在生活上的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事情，然后睡了自己的妈妈，或者是睡了自己的后母，然后跟爸爸。真的？怎么了吗？没有，没事。是他刷新三观。那为什么会喜欢这种片呢？会觉得说很刺激啊，就比如说会幻想跟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做爱啊。那他会不会看一看，然后就带入到生活中？哦，有些会哦。对啊，怎么了？你要尝试吗？不用，谢谢。那要怎么样才可以成为 Amy 男友？要需要什么条件吗？这个条件就是你要会，所以会有个考试吗？会，每个片商的考试都不一样。以我目前知道的啦，在拍正戏的这段时间，有可能是30分钟到40分钟，你要必须看着我们在做主戏的时候，你要开始考。考完之后呢，你要射出来，所以你的考验时间就是30分钟。你只要有办法，就是30分钟内。不管你多久时间，你能硬，你甚至5分钟内射也都没差。他要的是你有办法硬又射，这才是一个重点。但是如果他硬，然后很大很好用这样子，不会。所以意思是说，我们等一下我们两个可以在旁边看到你那边硬，然后说，哎、欸，可以射喽。可以。我就想问，女优不用考试哦？女优考试是什么？女优没有考试，完全没有。那你放进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每个女生的下面是一样的？每个女优当然不一样，跟任何女优在做的时候，你会知道说哪些女优是能让你比较有感觉的。当我们一进去的那一刹那，不管是嘴巴还是血，她进去的那一瞬间，你就会明白说她的技术，她的那边是有没有让你有 feel。那当有 feel 的时候，从嘴巴开始说，如果她今天嘴巴跟手很厉害，那我们就会有比较更有 feel。那我们更有 feel 的时候，当到进到动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越来越呈现自己，对。那我们说要射的时候，几率就会越来越快。那有时候会卡在于，因为没有那个 feel， 那我们要射，必须是靠我们自己而去射出来。像我之前开班授课，线上教他们如何对付男生，让他跪下来，只靠手而已哦，只靠手让男生跪下来，然后男生会喷水，然后就示范给他们。他们全部女生整个大傻眼，我说其实不用勃起，你的那一根还是软的时候，微微硬的时候，男生就可以直接被刺激到。来，我跟你们说，这集就是非常多的知识。我跟你讲，那我们今天有请仔仔来教你如何让男生快速潮吹，是潮吹哦，快点。在那个瞬间，他男生会直接双腿直接软下来跪在地上，持续久了之后呢，男生会开始受不了，你只要舌头在那边滚，或是手指头在那边滚，他就会很舒服，舒服到那一根会这样子。那你有被掐过不？有。通常我这样问的时候，哦，他有被掐过的时候，那我就知道我的力道要哪里到。那你有被掐过不？没有的话就是这样子。啊，有的话呢？有的话就是这样子。啊，哎，很大力耶，很痛对不对？那有点痛爽，痛爽的。那就这个就会跟 S 跟 M 会有一个相大关系在一起。嗨。Hello， 不好意思，我们的来宾已经到现场了，直接然后进来就直接可以开始录了，是不是？可以啊。哦，好，等一下，我补充一下各位观众朋友们，稍等我一下啊。好笑。那我们今天是要干嘛呢？我们今天就是要来，因为我们导演列了10个非常重要的知识，
是他今天会帮你打成，然后他会用下体顶你的屁眼。真的假的？就是穿着内裤先示范动作啊，这样可以吗？这牺牲有点大。穿着内裤牺牲很大，就你可以打手枪，你的尺度定义很奇怪。来吧，哦，来，那没有，他要教大家，他叫你来啊。你这个人很不主动哎。哦，我要等享受啊。哦，刺激刺激，很新奇。好，那、啊、你现在有感觉了吗？你好可怜哦，我没办法勃起了。那会不会只有转去做男男的男友啊？你有办法干男生吗？我没体验过。你想试吗？你有走过女生的后门吗？走过、啊、爽吗？爽。而且那你觉得干前门比较爽还是干后门？后门。因为很紧啊，胖虎。那、啊、你有扮演过流浪汉？还没。就比如说在路上乞讨，然后那女生只是好心，然后给你钱，然后你可能看上那个给你丢钱的那个人，然后你就想说他是看不起我，然后你就跑去强奸他，这种剧情。还没有，还没。那有没有强奸过变性的？也没有。